的也会稍微不舒服，要忍耐一下哦，从左边鼻子哦。呼吸治疗师模拟替患者抽痰，因为这过程得快很准，管子得达到一定深度，每次抽痰不能超过15秒，事前练习格外重要。如果病人的肿瘤在左边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去右边看，因为呢，万一肿瘤出血，你就没办法看另外一侧了哈。医师透过支气管镜在教具上仔细探测，进行术前讨论。这步骤能降低手术风险。你真的教具，真实感会差非常非常多。你可以看到画面，它里面的颜色，然后大小，然后那个触感几乎都跟真的差不了太多。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后续的维修的一些功能，因为做买教具来练习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操作嘛。但是我如果跟我的学员说，这个教具是从德国买回来的，你不可以用坏哦，用坏要寄回去德国修理哦。以往这些医疗教具得从国外进口，价格高，维修麻烦，如今在台湾就能列印生产，不只是用医疗配备，车体改造也可以。车子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小巴，就是它全部都是空的，然后都是类似于这种钣金的结构。那我们是经由扫描、逆向扫描的程序，让这些数据可以到电脑里面给设计师去做设计。机器定点扫描记录准确尺寸，以便进行变身作业。小巴里头能再加装想要的座椅或增设电视萤幕，让配备更升级。工业的一个专案，那这个专案是专门做一个大型的无人机，做载重型的。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专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开始从设计一直做到后面的这样的 prototype。像这种交通工具在开发的过程其实时间非常长，那它开发完了以后呢，它一定要做一个展示品出来做一些路上的测试啊。简言之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都可行。以往认知的 3D 列印，除了制作模型公仔之外，现在能制造汽车、飞机、大小零件等等，大幅降低成本，提升效率。像这一组以模具的费用的出估，大概要快2000万。所以如果我要去开这副模具，这有成本上的压力。像这台机器类似 Google 环景车，是新加坡跨海下单请他们制作。何俊宏骄傲介绍自家作品。拥有20年工业背景的他，吸收了外商公司的零生品，引领台湾市场，开启另一场革命。这一代台面其实就是光敏树脂，也就是说我照射到这样 UV 光的模式的时候，它就开始产生固化。颠覆传统工法，通常得开新模具铸造，耗时费力。 3D 列印只要有设计图，参数设定后就能开工制作。机台反复作用，透过雷射光烧结技术，一层层堆叠，数小时便能完工。铲掉，把树脂都刷洗掉，然后我们会一槽一槽处理。打印完成的作品，再经由四道的刷洗烘干，有了基本雏形后，还能客制化华丽的外衣。漫威电影的反派角色，白色主体喷上黑漆后，就像赋予新面貌。 3D 列印从设计研发、制作后加工，一条龙包办，看似游刃有余，却是两人用时间、金钱换来的血汗结晶。很像医生啊，我们是医死了很多人才成就了很多人。我们要去背支气管的所有的走向，我们要背肺静脉、肺动脉，包含所有的髋关节或者我们颅颜面到底是什么状况，其实这个我们都要非常了解，因为你必须要跟医生对话，或是你甚至要跟你的客户对话。笑说自己就像医生，不停从失败中成长，而且医生有分科别，他们却得具备18般武艺，才能跟不同的业主对话。原本在上市贵公司任职的何俊宏，在工作中发现了盲点，意外开启事业的第二春。长时间其实都在做工业设计相关的一些事物，他的需求只有500 piece， 那可是他设计完了以后，他发现我还要开模，给我开模需要200万，然后他要花一个月，我们台湾这边开模的时间大概是45天的工作天，这是基本。然后再来我们要抓试模的时间，运气好你可能3个月这个东西就能正式量产出来，可你运气不好，他可能要试模、要开修模，把一直往后。以往不停开发新模具，却无法预估产能、成本是否能回收。反之 ，3D 列印不用开模就能达到小批量产、客制化需求，只是新的营运模式。推广地道却得下足功夫。其实刚开始其实都靠朋友，因为我们之前都在系统厂，所以系统厂累积了一些人脉，都会跟他说：“蛮先，你档案给我，我做给你。”
我做给你，先不用收钱。如果你确定可以，我再收钱。那如果不行，麻烦你告诉我为什么，我做到你可以。善用过去的人脉，甚至打出免费当诱因，提高能见度。口碑行销下，如今许多上市柜公司、大专院校、医疗院所都是合作商。自己要从国外去找到很多已经在使用的成功案例，然后跟台湾这些客户相对，他比较愿意尝试创新科技的使用者，然后可能进行一段时间的互相学习跟测试。3D 列印在国外相对成熟，外商经验丰富的林生平则是借镜海外，让业务发展更加国际化。两位创办人工业设计搭上外商背景，意外合拍，让事业加成。他比较重视是美感啊，然后可能对于协调性啊、整合性啊，他会比较在乎，可是我就会比较在乎效率。但是这个中间会有很多冲突需要互相协调。不止专长迥异，两人个性刚好互补，刚柔并济，携手开创事业更添助力。3D 列印应该是全世界各处都要有的，所以您想象如果我今天有个档案我要列印，我想要在英国交货，我可以在我最近的伦敦的驻点直接列印，我把档案传过去就好，所以你减少了关税。以往 3D 列印只是衬托的绿叶，何俊宏跟林生平却提早洞悉趋势，驱动新商机，让配角登上主角大位，从台湾出发，征战国际。